莫非大大，贴发票的要求是先小后大，从下向上，从右向左，齐线齐边。非也，贴发票的要求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凭什么市场部、销售部的发票要我们来贴？今天敢叫我们给他们擦屁股，明天就敢叫我们给他们擦屁股。贴成这样，可以给他们不能自理的生活一点 ？surprise。阿杰老师，你没事吧？肯定是发票贴太多勒出来了。 赶紧加油，把这些贴完，我们就可以贴下一箱，是不是感觉很 happy？happy？您是对英语过敏吗？来来来，我给大家带了小蛋糕，你别过来！看来他不仅对英语过敏，还对蛋糕过敏。 在照顾他，让他先躺着休息会儿。一直在自言自语，像是在做噩梦。也难怪，毕竟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放开我！我不要过生日。孙艺红，情绪饱满，应该暂时死不了。但愿他明天还能这么精神。过生日应该开心才对吧？为什么阿金老师吓成那样？一蛋糕是圆的。你去年还在实习，公司没给你安排过生日，所以你不知道万寿的优良传统。 白甲，你实习也不是没天来，所以没看到我们过生日的棋牌场面。都离我远点儿！别过来！阿杰老师上次摔倒在一堆海洋球里，也没见他这么抓狂啊！我知道了，阿杰老师的实际年龄比他看上去老，他怕我们嘲笑他。乐乐，你还是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发票贴错了，第一事业群要求用鱼鳞式贴法，这些发票是第三事业群的，要用平展式贴法。<笑> 有些事情你迟早要面对，早些告诉你也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在万寿，大家最怕三件事：绩效考核、年终评定、过生日。少爷，你快走！你还有更好的未来，不要住在这种地方。你是不是觉得像万寿这样的大公司福利很好，所以员工生日你会充满惊喜啊？ 你想象中的员工生日是不是在一间粉色的屋子里，写满粉色的祝福语，粉色的会议桌上放满粉色的蛋糕，所有人穿着粉色的衣服围着你唱生日歌，好像都是你的粉丝？可以吗？可以呀。我至今还记得我来公司以后第一次过生日的经历。Roy， 你有没有好好检查过这份文件？格式不对，逻辑混乱，通篇低级错误。 客户都拍桌子了，说要解约。老师，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明天查过的。客户人在会议室，你去和人家当面道歉。哦。生日快乐！
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的。那不是啊，这是大家送你的礼物，32级的可以考很多文件。谢谢各位老师，公司真是太温暖了，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别哭了，快去给烟吹蜡烛吧。场面粉红，温馨有爱，没毛病啊。第一年当然没毛病，问题出在第二年。若依，你有没有好好检查过这份文件？格式不对，逻辑混乱，通篇低级错误，客户都拍桌子了，说要解约。是不是客户在会议室那要去当面道歉？知道还愣着干嘛？赶快进去。当时受不了。这是大家送你的礼物，64级的可以考很多文件。我正好缺一个 U 盘，公司真是太温暖了，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快许个愿，吹蜡烛吧。每年的生日惊喜都是一样的，这还是有 IS 流程的。Bingo。万寿的生日会就是有标准化流程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罐头惊喜，一样的皮笑肉不笑，保证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也不能这么说，第三年的生日会还是有一丝丝惊喜的，至少有盘升级了，也是128G 的了，不，又变回32G 了，但升级成了 USB 3.0，据说速度快了10倍呢。 Amazing。这样都没意思啊，咱们公司不是以人为本吗？能不能向上头反映反映，至少让每年的生日有点变化。你都能想到，人死不威胁人只能想不到。他们决定集思广益，面向全公司召集志愿者，专门为其他员工设计生日惊喜。这就是传说中的生日惊喜气氛小组，简称生气组。生气组会想尽一切办法在标准化生日流程里为每个人插入不同的惊喜。自从有了这个组织，整个集团的生日惊喜服务水平被硬生生拉高了一个档次。明明是硬生生拉尬了一个档次好吗？小麦，猪做的方案都被你抢，你到底在想什么？生怕客户不知道你是弱智吗？日期都不要错，快跟我到会议室去，乐死。我叫小白。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我们不但记得，还给你安排了节目。想过的，最后敲锣打鼓也挺热闹啊。可能藏头诗占用了他们所有的内存，很多人连我叫啥都不知道，满满都是敷衍。有啥可抱怨的？我前年的生日才是灾难。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买玫瑰。白玫瑰，亲一个！对，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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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愣是一回没裂开。和你相反，想起我那年的生日，我的嘴唇马上就有了裂开的感觉。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了？太给力了、啊、小心光吃第一口。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舌头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呢？听说你喜欢吃辣，我们搜集了100多种辣椒为你特制了这个蛋糕，祝你的生活和工作都虎虎辣辣。滚！我要滚滚滚！大家是什么呀？辣椒素的是一种解，所以解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吃酸性的东西。这是在山西老陈醋里泡过的柠檬榨的汁，吃一瞬间就不辣了。他都感动哭了，好吃吗？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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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试过最诡异的食物组合，他们还把我当时的表情拍下来，打印出来贴门上，说可以辟邪。打印出来贴门上？嗯，那算啥呀？发拳不媚图，蜡烛报 ins， 谁是接近个28？居然还一天轮播了50多回！我想问一下沈七祖，你有假人不？你假人走夜路？你假人走夜路在防身工具里。我的丑照是没有发户外大屏幕，因为被沈七祖发到了集团公众号上，那篇文章到现在还能搜到的，真是遗臭万年。哎，至少公司下了血本，那些惊喜听起来都不便宜。公司只报销一部分，多出来开销收请自己卖单。合理了吧？为什么不给人事部写一件信呢？不用费耐劲，每次过完生日，寿星都会收到一张反馈问卷，要求为这次的生日惊喜打分。那是果断差评啊！我问你，生气组是不是人事部下属的组织？啊，你差评是不是直接打人家脸啊？那怎么办啊？跟哥学，烫平、尾香、深呼吸、大慢分。可这样不解决问题啊，只有实话实说才能帮助生气组改进嘛。还是审审吧，生日满意度是生气组的核心绩效，你要是不满意，他们只会整出更雷、更尬、更凶残的生日惊喜来。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到目前为止，生气组的满意率是100%。啊，大家好像消停了，你给他敷毛巾了？差不多，我把毛巾塞他嘴里了。哎，等等，我记得阿杰老师是处女座啊，他的生日不是还有好几个月才到吗？生气组从一开始就把阿杰的生日和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倒霉蛋搞混了。阿杰反映过好多次，可生气组的绩效只和惊喜挂钩，他们完全不在意。莫非大大，你的生日惊喜是什么样的？我也很好奇，你能认生气组，你们图成？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在万寿人事档案里填的生日是2月31号。不愧是程序员，找宝哥你是转业了。既然大家都不喜欢，那这生日惊喜还有什么意思？谁说大家都不喜欢？有人可喜欢了。这是我来万寿的第10年了，这10年来我一次比一次感动，公司对我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工作，努力回报公司。驾鸿驾鸿，祝你名儿错了，名儿祝你建国。好，吴经理真是知足常乐呀。对老胡来说，最幸福的人生大概就是按部就班的人生吧。就像我贴的发票，每张都整整齐齐的，但是乏味。你对整整齐齐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好了好了，继续贴吧。剩下这些发票，我们加加班，3天肯定能贴完了。猜猜我给大家带了什么礼物？一箱发票。不用谢我，我估摸着大家应该贴的差不多了，就从其他部门主动收集了一些。莫非毛巾还有多的不？拿下来。
臭死他！作为万寿的接班人，我不但要了解怎么赚钱，更要了解大家怎么花钱。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我才收集了这些发票，来详细了解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肯定会帮我的，对不对？好，那就开始吧。各位，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公司的财务系统升级了，以后发票可以通过电子扫描直接进入系统，电脑归档，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坏消息就是，所有的发票都要用平展式贴法，要求横平竖直，方便扫描。之前用鱼鳞式贴法贴的发票，都要重贴。我们整整贴了一个礼拜，现在才说呀！以及现在对于发票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我们在贴发票之前要帮财务做一轮筛选，看不清的不收，日期对不上的不收，一天超过三顿饭的不收，七点前打车的不收，整周开列的不收，内情不符的不收，太大额的普票不收，太小额的专票不收。我已经把所有的要求发进了群里，请大家查收。你的表情这么丰富干嘛呀？看看阿杰，阿杰呢？阿杰他贴了太多发票，晚上还要夹板 P 图，终于积劳成疾，欲死在工作岗位上呀。他人呢？等火化。好好说，在隔壁躺着。太惨了，有的人死咒语太深，有的人死切于红毛，阿杰比红毛还惨，死完发现白死了，现在发票居然要重新贴。哎呀，你们也别总拿阿杰说事儿，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这是上头派给我们的工作。这样吧，大家休息一会儿，放假一天，休息十五分钟。哎呀，我先来弄吧，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你这小眼睛贴发票，我总不放心。若鱼啊，要不那我算很放心阿杰呀。他刚才还胡言乱语，可能发烧了。胡经理，我沈清带赶紧去看医生。我和阿杰是好兄弟，再说若鱼一个人也搬不动阿杰，我和他一块儿去。你一个人搬阿杰肯定不方便，乐乐，我们一起去帮忙。王菲站住！去我办公室。接着演，你知不知道，财务部打回来的问题发票大部分都是你贴的，这是什么？这是上班的缩写，有问题吗？别装傻，你把发票故意贴成这个样子激怒财务有意思吗？你不要挑战财务老师的智商。我真的是好意，想给财务老师一些好心情，所以我不光贴了字母，还贴了白云、太阳、小花花。你就是故意捣乱。吴经理明察秋毫，在下佩服你。你有没有想过啊，别人都在拼命，就你害别人返工，最后还是要靠大家来分担你的工作。你的团队精神在哪儿啊？你对同事的尊重在哪儿？你在看什么？你们不都觉得我脾气有点躁吗？所以我决定改变一下自己，遇到让我不爽的人和事，我会先心平气和一分钟，一分钟能解决的话最好，解决不了的话。什么我的工作，这压根就不是我们的工作，就是你不懂拒绝，什么脏活累活都自己揽，才害得我们整天做无用功。谁说我不懂拒绝？我经常拒绝其他部门不合理的要求。举三个例子。其实这次财务部门很尊重我们的，他们并不是把贴发票的活直接扔过来，而是说了拜托请谢谢。你还挺容易满足啊，老胡，拜托你长点脑子，请别来烦我，谢谢。胡经理方便吗？不方便。那正好，我来解决你的不方便。哎呀，你又要闹哪样啊？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要吵架。谁是你的左膀右臂？你们俩就是一对春卷。春卷又蠢又卷。老胡，我问你，我们破事部的破是哪个破？急迫的破。你还知道是急迫的破，不是破烂的破。你们抢着做这些破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一万次，最后我们贴全公司的发票就会变成天经地义，多么不合理都会变得好像很合理。要贴你们贴，老娘不贴。
就等你这句话了。感谢你把机会让给我。霍经理，你还等什么呢？莫非都这么大度了，趁他还没有改变主意，赶紧贴发票。哎，我们不是要去医院吗？对，志大就是医院。今天咱们全天在志大陪护阿姐。哎，发票谁爱贴谁贴啊，反正我不贴。能在这里休息半天也是极好的。别装了，起来吧。哎，天哪，若雨，你快来看，原来没有消毒过的冰毛巾不能含在嘴里，如果含在嘴里超过十分钟就会就会什么，就会失去制冷效果。好吧，我确实是装的，我既不想贴发票也不想过生日，更何况现在要一边贴发票一边过生日。阿金老师，要不明天你请假吧，放完假回来补过生日怎么办？跟人过生日是生气组的核心绩效，他们不会放弃的，而且请假还要扣工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虽然生气组准备的惊喜是挺羞耻的，但又不会掉块肉，忍忍也就过去了。抹不开脸的时候就想想自己以前的丑事儿，比如那次你去前台拿快递，你买的电动牙刷在快递盒子里震个不停，大家看你的眼神都充满了敬佩。你还是太年轻，不知道生气组有多可气。他们刚才回忆自己的生日，都隐瞒了最可怕最不堪回首的一个环节，而那个可怕的环节因我而起。那是我第一次在万寿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希望我深深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我伸出舌头不管舔到哪里都是香甜的，我感觉人生正在展开，一切都很美好。说重点。于是我在填生气组的回馈问卷时说，蛋糕拍脸环节是最大的惊喜。原来是你。生日吗？来，我让你过目当美女，从此再无烦恼。太便宜他了，下次可亮每个笑口谢罪。对了，包磕在地上，在他面前放个蛋糕，往蛋糕上磕。亮晶，蛋糕拍脸会变成标准化流程，确实是我的错，但我也自食其果了。我们都是受害者。会被香香甜甜软软的东西糊一脸了，活了还要舔一圈呢，简直变态！我也得想到明天过生日，晕倒，感情是兴奋的卷过去了啊！我是真的很痛苦。生气组不但每年升级生日惊喜，连蛋糕质量也不断升级。去年的蛋糕，简直了。
你被蛋糕砸晕了，什么蛋糕这么硬？应该是翻糖蛋糕，在蛋白糖霜里加入粘稠剂，可以做出各种造型，又好看又硬。如果今年的蛋糕尺寸和硬度再次升级的话，我肯定会在办公室当场拒试的。所以我今年没有别的要求，只想不被蛋糕砸脸，低低调调，太太平平地度过这一天。我原谅你了，你平时被工作毒打，生日还要被蛋糕毒打，确实太惨了。可是婶儿不是逆向逃，向逃从能逃的，管家还要看手气做。要不你戴个头盔去。还敢给自己加防御啊？你就不怕生气组变本加厉给你加祝福？那怎么办？为什么这个人加一字班可以包两张打车票？我不能让他坑公司的钱。大哥，那就是一张票，你要是撑不住你就去睡会儿，反正一时半会儿也贴不完。不行，这得发票谁也别和我抢，我去洗把脸回来继续。吴经理，我想求您帮个忙。你别理他，你接着说。阿金老师一大早就很焦虑，把他珍藏的扫雷小视频的 U 盘送给了我，把他用的最趁手的鼠标送给了小白老师，还跟若雨老师说以后多多照顾小圆圆。一大清早干嘛跟丽遗嘱似的，或者加班不好吗？你醒了？我只是贴了一晚上发票，眼皮有点肿。那阿姐打算送我什么？她说你以后可以用手指随便戳她的显示屏了，反正她也不用每天清洁了。阿金老师交代完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估计是躲起来了。胡经理，你能不能去向生气组求求情，让他们放过阿金老师啊？是这样，生气组的成员是对外保密的，而且他们为了保持神秘，每年呢都会更换志愿者名单，我不知道找谁呀。我知道，去找董事长一定可以。你坐下，贴发票。这样吧，等我贴完发票，我去给阿杰做做心理疏导。我知道生气组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公司人这么多啊，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众口难调嘛。标准化生日流程是为了公司管理需要，我们应该积极乐观地看待标准化生日。你像我，我就很期待我今年的生日。你的生日十有八。闭嘴，给我留点惊喜。啊，我知道了，如何帮助阿杰摆脱焦虑。劳动使人快乐啊，你得让阿杰动起来。财务发来新邮件。贴发票时的追加要求，所有发票需要报销者本人手持发票拍照，不能只有签名，所有之前已经通过的发票要返工重新补照片。这是什么鬼啊？可能是担心签名造假。哎呀，手持发票拍照也算发票实名制了。我问的是这些吗？我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破事总由我们来做？因为我们是破事部。我们是急破的破，不是破烂的破。胡经理，你说话的样子好像莫非。冷静啊，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喂，曼妮，哪有你们这样朝令夕改的？拍照的事你们自己搞定。拜托你看清楚，我们破事部的名字是急破的破，不是破烂的破。有急事帮忙可以，但我们不是为你们擦屁股而生的。像你们这样不负责任的随便修改要求，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啊！我是破事部的经理，我要对我的下属负责，比贴发票有益的工作多了去了。从现在开始，我正式拒绝你们提出所有的无理的、愚蠢的破要求。你们这帮，你们这帮，春卷，春卷儿。谢谢。老胡，你有种！这是我第二次对你刮目相看，我决定收回你的春卷称号，赐予你新的暗黑史诗名字“宝仔饭”，表彰你保护好了自己部门的小仔仔。胡经理，你口才太好了！哎呦，你说的好，你好有没有魅力！其实我也知道。得罪财务部没什么好处，
可是管他呢，又不是今天的我要操心的事情。被大家夸奖的感觉真好，都别停啊，继续夸呀。胡经理，您说我们有很多比贴发票更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有吗？显然有啊。举三个例子。那个啊，还没有发现异常，会议室我已经让海清清场了，不让任何人进来。乐乐负责电梯，莫非负责管道。你撤回破事部的路线是安全的，放心吧。很多事情需要流程和标准化，但标准化过了头就会变味儿。生日就该因人而异，你的生日你说了算。阿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是我来万寿以后第一次过生日没有被蛋糕砸脸，谢谢你们。Surprise！我是生气组的新志愿者唐海星，标准化惊喜完美送达，生日快乐，祝你生日